妈，干脆你跟我进城吧。村儿就是乱七八糟的事儿，别管了。他们爱怎么做随他们做去。哼，我还是村主任。哎呦妈，你就别犟了。今天石磊的态度，大伙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是力挺兰心的。兰心更不用说了，你看他今天在大会上那张狂的样子，根本没把你放眼里。妈，跟我走吧，咱们今天就走。雪梅姑。 在家吗？我去拦着他，你别见他。大伟，你对我有意见，我能理解。可是你不能不让我见雪梅姑。你是来看我妈笑话的吧？你咋能这么说话呢？雪梅姑是村主任，村里的事由她负责，我有事跟她商量。你别假惺惺的。 你已经把我妈架空了，还来这一套？你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？爱咋咋地，反正我妈就是不见你。走走走走走。大伟，雪梅姑，妈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雪梅姑，程总明天过来签合同，钱当天就到账，我得马上跟村代会签合同。你是村主任，负责村代会。 以后对这笔钱的监督，还得靠你替我把着舵。我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事儿的。雪梅姑，你要是不想负责的太具体，可以委托个人。进屋吧。妈，你管他这闲事干嘛？我是村主任。 兰心姐说了，你有会计资质，想让你负责财务方面的事儿，先让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，看你愿不愿意。我愿意。大珍，你加入进来，咱们这个班子的核心成员就基本健全了。我也算核心成员啊。那当然了，兰心姐说了，咱们这个班子还要适当扩大，原则是年轻化，核心成员就我们三个。 梁婶，你听见了吗？我也是，我一直听着呢。你也算当官了，家珍呐，好好干啊！啊！兰心，你这块地够偏僻的。老师，当年我落户的时候，较好的地都被分完了。 就只分到这样了。那好，咱们也学着国外的规矩，就在这块地里栽下第一株冰葡萄苗。国外的规矩？嗯。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哼，那你说，生命有意义吗？从生物学的角度看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只不过是遗传密码的载体。 可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，我们可以赋予它意义。将来，这里很可能是闻名世界的冰葡萄黄金山谷，你这块地呢，就是这黄金山谷的起点。你说有没有意义？按你这么说，这意义很大。各位，今天我们有幸看到了中国第一株冰葡萄苗。 栽种过程，意义很大，将来会载入史册。好，金月，我看这第一株冰葡萄苗，就由你来栽种吧。哎呦，老师，这未来中国的黄金山谷第一棵冰葡萄苗，我可不敢种。 还是你老亲自来吧，让你种你就种，啰嗦。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<笑>来。
老邓啊，我真没想到这农村的变化啊，可真不小啊！啊，是啊，陈教授您坐。哎，好嘞。来来来，老邓哥你也坐，来坐坐，你喝茶。哎，哎呀，今天啊，总算见到您这尊真神了。哈哈，我算什么真神呐、啊？我就是个弄果木的啊。哎，咱俩这行当差不多。哎呀，早就听兰心说呀，啊，您学问老深了。哎，没想到您一点架子都没有。哎，那是兰心夸奖我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我这架子可大着呢，看和谁。为兰心的事儿，您没少费心。哎呀，我真不知道该咋感谢您啊。啊，兰心呐，说了好多次了。你儿子虽然和兰心离婚了，可你呢，却时时处处保护他。兰心非常非常感谢你。兰心啊，好孩子呀、啊，离婚不离情分，分家不分孝心，女人能做到这个份儿上不容易呀、啊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，陈教授。嗯。您也别怪我不敬重，嗯，有些话我想当面和您说了。说说说，这个冰葡萄一准能行。要按兰心的方案，嗯，村里不吃亏，农民的收入也能提高。可是万一不行啊，这造了人家的钱不说，还白瞎了您的时间。这些情况兰心都跟我说了，听说村民还有点顾虑。老哥哥，我听说你在这村里挺有影响力的，啊，我来呢，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这冰葡萄的事儿，啊，这科学实验嘛，总会有失败。这是个一般的规律。不过咱们这个冰葡萄项目，我在加拿大已经试验了几年了。去年，在我们学院的试验田里，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就咱们窝鸡口这个自然条件呢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如果严格地按照要求去做，绝对不会失败。程教授，有您这些话，我放心了。嗯，我家的地啊，今年全种冰葡萄。哎呀，老哥哥，那我得感谢你呀、啊，谢谢你的支持。我爸这一带头，号召了一批人。对了，石磊，啊，谢谢你。你谢我干什么呀？你在这儿一住就是七天，村民们都看到了领导的决心。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。我是乡党委书记啊，我是干什么的？白吃干饭的啊。嗯，你在这儿住这么久，前方不会多想吧？没事儿，反正事情也办得差不多了，我想今天就回去了。嗯。谁书记走了？走了，都走了。哎，你有没有统计过一共种了多少棵？兰心说本来抱着希望不大，种点就行了。可你们家大叔呢，把自个儿家地全种了，他这种不要紧，大伙都跟他抢着种啊。那个张院长带那些那个预备苗全抢光了，现在河谷那一带全是。听说你也种了点儿。那什么，那主任，大伙都种了，我就我中间那小条，我把种就种呗，你解释啥呀？但是你要记住啊，兰心说监督那个事儿，你给我盯紧点儿。你放心吧，主任，我一定替你盯得紧紧的。石磊，啊，我们还是离婚吧。这正吃着饭呢，你又怎么了？现在你妈不在了，没人拦着你了，我也不当这个。你还是和兰心破镜重圆吧。
小宝，你想让我跟你解释多少次啊？我跟兰心之间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两个人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你不要瞎琢磨了，行不行？我没有瞎琢磨。从兰心这次回来，你的心就不在这个家里了。找着各种理由去卧鸡口村，这次找着个机会，干脆住到那儿。 一住就是一个礼拜。程老这个项目，有可能给万春香，甚至咱们县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。市里和县里的领导都非常重视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我必须要站出来主动的保驾护航。行了，别说的这么冠冕堂皇。这怎么能是冠冕堂皇呢？我事情办完了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人回来。 心还在那边，世磊，你那点心思，我还看不出来吗？建芳，你这完全是胡搅蛮缠。咱们别吵了，你不同意离婚是吗？不同意。 时间过得真快，夏天这就过去了。村里的冰葡萄怎么样了？今天下午大成哥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城委和张院长已经过去了。听张院长的意思，现在差不多就可以确定试验成功。哎，你妈妈最近心情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大家明里都在夸兰心，背地里都在说我妈，还有很多人要求换届选举。我妈这段时间。 身体也不是太好。这样吧，大伟，你回去把你妈接过来，然后你陪着她到山上的疗养院去待一段时间。费用很贵吧？哎呀，费用你不用考虑。我妈要知道是您出钱的话，她肯定不来。你不要告诉她妈，你就跟她说这是公司定点的疗养院，而且是公司这次安排你的疗养期。你陪着她在那儿好好住一住。 然后给他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。董事长，谢谢你。别谢我，是我欠他的。啊，你想想，这前前后后好几次给他添了多少麻烦？你说这个账我怎么还？怎么还喝呢？啊，奶奶。 哎呀，大伟啊，奶奶让你呀帮我管着他点儿，你完成任务了吗？啊，我替奶奶管着呢。董事长今天没喝多少。好，春明啊，啊不错，少喝一点啊。哎呀，妈，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哎，好，那你们聊吧，我睡觉去了啊。嗯，我扶您去。不用不用，你们聊你们的。好，慢慢聊啊。奶奶早点休息。哎。 来，董事长。兰心，我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在葡萄园里吃盒饭。
你们每天都在这儿吃饭呀？也不是，这不是到了关键时刻吗？工作量很大，我就让人把饭送到这儿来，这样呢又可以节省时间，我们还能抽空休息会儿。那你们每天都在这儿做实验状况的记录吗？嗯，够辛苦的。兰心，说句实话，我觉得你才是真正的女强人。少来吧，比起你我差远了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儿子，这地方真不错。妈，喜欢吗？喜欢，沾我儿子的光，到这么好的地方来享受。妈，那你自己到处转转，我回去看点资料去。嗯，去吧。哎，您自己能回去吗？哎呀，我能找到，来好几天，挺熟的。你去忙吧。走了啊。我觉得，程伟真的喜欢上你了。辛迪，你误会了，他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，而且每次来都会待很长一段时间，只是为了冰葡萄吗？我们两个只是好朋友。二位女士，你也来了？我来这边看看情况，那你们聊吧。我去那边看看，辛迪。冰葡萄我还是懂点的，让我自己看。刚才我们俩的话你都听到了？听见一点。知道为什么他会误会吗？因为他心里放不下你。他在乎你，我知道。我这人就不愿意被别人干涉和掌控生活。当初，我爸就给我设计生活，要设计我的人生，我就跟他闹翻了，出国去了。我总算知道咱们两个为什么能成为好朋友了，因为我们有相似的地方。我也不喜欢别人来安排我的生活。咱俩真的很像，所以我们是好朋友啊。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。走吧，看看去。下棋呢，二位同志，我想跟你们打听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想问问。在这住一天得多少钱呢？不知道多少钱，你怎么住在这儿了？我跟你说吧，他那房间一天300块，我那房间不算医疗费，一天500块呢。你不就比我住的好一点呗？那边还有 VIP 呢。哎，那 VIP 一天得多少钱呢？VIP 最便宜2000，最多的也好几千呢。那么贵呢？那行，谢谢你们了。哎，接着下棋。伟迪，想妈妈了吗？妈妈。真乖。嗯，妈妈也想你啊。孩子很好，孩子想妈妈了。陈伟的事到底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回来接孩子呀？妈，我这边的事儿处理好以后，会打电话的。那孩子的事儿，你和他说了吗？哎，你就别管了，我自己会处理的。大伟，你过来一下。啥事儿吗？你坐下。
咱们住的这个房间是不是最贵的？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我担心你付不起这个钱。嗨，不是跟您说过吗？公司报销。你妈还没糊涂呢，就你这个级别的员工，公司不可能给你报销。跟妈实话实说，这钱是谁出的？小丫头，怎么突然冒出来了？在哪儿呢？你爸怎么了？明梅，你不用着急，你把航班号发给我，明天我去机场接你。就这样。妈，人家马总对你确实是实心实意的。他还跟你说别的什么了吗？妈，你和马总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呢？我们能有啥事瞒着你呀？哎，我就那么一说。行了行了，我要休息了。哎，妈，说好了啊，不到期不能走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你也早点睡吧。嗯。周秘书，是我。啥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儿子。怎么了？马董突然病重，我得去趟医院。突然病重，有没有危险？电话里也说不清楚啊。妈，我先去了，回头再跟你说啊。小周，马董情况怎么样？不好，辛总在张医生办公室等你，跟我来。这病只要做移植手术是可以治好的，抓紧做手术吧。嗨，移植手术可遇不可求。那也不能这么干等着呀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谢梅，我让你来是想跟你说说大伟的事。张医生，我求求你再想想办法，救救我爸爸呀。明明啊，最大的困难呢，就是找不到符合条件的捐献者。如果有捐献者的话，我们马上就可以手术。我把我的肝捐给我爸，我是他女儿，一定符合条件。理论上讲啊，直系亲属提供移植器官，成功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。要先做一些检查，比对一下各项指标，看看是不是符合移植的条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做检查。到了这种时候，我什么都想明白了。只要我心里知道，大卫是我的儿子，就足够了。过去的那些事情，我不仅仅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大伟。所以我心里清楚，我没有资格。
没有资格让他叫我爸爸。应该给他留的那份遗产，我会在遗嘱里写清楚的。但是这件事情，一定要等我走了以后，再让他知道。你猜对了，大为是马董的儿子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在美国的时候，我就有了到春明集团的打算。国内的商务调查给我提供了马董的相关资料。他们太用心了，甚至连马董的私生活资料都全部提供给我了。所以从一开始，我就特别能够理解马董为什么对窝鸡口做那么特殊的情感。这说明他还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。是啊，面对这样一个儿子，他心里有愧，怎么弥补呢？必须要承担更大的责任。陈伟，假如……我说的是假如，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事儿，会不会像马董一样？那是必须的。吴主任，我先送你回去。大伟，马董要见兰心，我希望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征求我的意见？嗯。辛总，我不明白，马董见兰心为什么要征求我的意见？兰心两次阻止了你妈妈和马董的合作，你妈妈和你对兰心都有些看法。我不希望马董在这个时候见兰心，怕会伤害到你和你妈妈。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我对兰心有意见，我妈对兰心有看法，这和马董没有关系。辛总，你不用征求我的意见。你说什么？大为是你的儿子？对，他是我的儿子。你为什么不告诉大为呢？我时时刻刻都想告诉他，可是我不能，因为对他，我是问心有愧的。兰心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你，是想跟你说明一件事儿。窝鸡口不但养育了我，还养育了我的儿子，这是我欠窝鸡口的一份巨大的恩情，所以我对窝鸡口看上去那些不合理的投资，不是要设什么圈套，确实是我想报答窝鸡口的那份恩情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那个时候我怎么跟你说呢？现在我得了这个病，差不多就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所以兰心，我想请你答应我。
马董，你说。如果有机会，一定要让我的公司为我几口的父老乡亲做点事儿。这是我的心里话。也许我等不到那天，但这并不重要。马董，你放心，你一定能看到那一天。休息会儿。儿子回来了，马董的女儿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明明的配型结果明天才能出来，只要能配上型，马董就有救了。那要是配不上型呢？那就麻烦了。大伟，我要回窝机口，你跟我一块儿回去。妈，这个时候我咋能走呢？我是马董最信任的人，上面是暮年的奶奶，下面只有一个刚刚从法国回来的明明，我说啥也不能走啊。我不管你和马董过去有啥，但是你这么做就有点太不近情理了。妈，你和马董之间到底有啥解不开的恩怨呢？没有。那你就别走，反正我是不会走的。那就再等等吧。原来辛迪早就知道了。他一直想促成这个事儿。辛迪是个有心人，好女人。我对辛迪有些误解，有很大的误解。辛迪本质上还是不错的。听见了吗，陈伟？老师对辛迪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。南心，今天马董和你谈什么了？谈了很多，我挺感动的。像他这样的一个好人，应该健健康康的活着。哎，这就是命运。不过命运这个东西，往往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，突然出现拐点。你说什么？明明，你不合适。不合适？啊！我不相信。我是他的女儿，身上流着是他的血液，我怎么会不合适呢？你有先天性的血小板缺失，不适合做移植手术啊。你不是说过我的肝没问题吗？没问题就把我的肝给我爸呀。明明，你的肝是没有问题，可是你的身体不适合做移植手术，即使勉强做了移植手术呢，病人产生排异反应的概率也相当的大，得不偿失啊。心底在想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听我说，心底真的在想办法，也许我们会见证奇迹，真的，相信我。没有奇迹，这世界上没有奇迹，没有奇迹，没有奇迹。吴主任，
我只是猜测。马董对大为的关心和培养，远远超过了老板对员工的感情。我看过马董年轻时的照片，大为跟他长得很像。吴主任，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话，请你给他们一个机会，给马董和大为一个共同的机会。辛总，明天我就回卧鸡口，大为和我一起回去。爸爸到底怎么了？我不跟你回去。妈，你这么做也太没人情味了。你必须跟我回去。我凭啥呀？你要回去你自己回去好了，我必须在这陪着马董。大伟，妈妈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事到如今，该把你的身世告诉你了。儿子，跟我回去，当着你爸的遗像，妈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什么？大为回来了？对，中午的时候他从医院回到疗养院，突然跟着他妈妈一起回去了。大为怎么选择这个时候回来呢？兰心，我听程伟讲，大为和马董的事儿，你都知道了。大为这次突然回来，我怕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兰心，一定想办法帮帮他们。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嗯，再见。啊，我大概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？大伟，是妈对不起你。我要的不是道歉，是真相。我到底是谁？你是我儿子。我的父亲到底是谁？Thank you.
我当时是为了保护你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你比他更狠心，他是因为不知道，而你是故意的。你让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却不敢相认，你为了报复他，要让他备受煎熬，对不对？ 相依，永远相。